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锐界独家冠名播出。哎，方舟，今天咱们这个欢迎两位啊，就你爱读书。我是听说他们俩来，我知道穿这个衣服也是一种鄙视。哎，这个史航老师这个爱读杂书是出了名的啊。这个特别，我今天要介绍一下伯庸，马伯庸老师。这次呢，我算是这个见识了，因为头一回见到，我一直以为你跟我岁数差不多。嗨，主要是他这名字伯庸，老先生，这个名字占便宜。嗯，就是看了名字呢，都觉得老，一看，哎，看着好像挺年轻的。我要叫一个，我要叫一个，你有没有种把本名说出来？啊，本名就别说了，本名太土了。本名叫什么？马力，力量的超级马力。妹妹叫玛丽苏是吗？哎，方舟，作为这个青年女作家，你对这两位男作家什么印象？中年男作家，我跟史航老师认识好多年了，第一次见他就第一次见面就是我们当时在参加一个活动，就有男粉丝捧着花堵在门口，吓他不敢出去。我们上面哪几个人护送他回家？就是多么青涩的时候。对，然后也看着现在他说我把男粉丝堵在门口，不让男粉丝回家。伯庸老师见都比较正经的场合。对，咱俩上次见还是在重庆的一个给小学生的一个。什么是讲作文奇怪的活动？讲作文，讲作文。哎，我听说你教你儿子读唐诗有一手啊？是啊，有什么招？教唐诗很简单，他不爱读，但是呢，唐诗有一点好，押韵，而且呢，唐诗你看他五言，这个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我们小孩特别爱看圣斗士，就是我带着看，现在然后看一些这种奥特曼啊什么的。圣斗士有一个绝招，就是什么天马流星拳，啪一拳过去，我就跟他打。他特别想跟我打，我一边打我说咱们今天教你个新招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招叫离离原上草，你要能接住我这招，你必须接一岁一枯荣。啊，他知道了。我说看我的绝招，离离原上草，啪打过去，一岁一枯荣，啪，一来一回，一首诗背完。史航老师，你看我现在我这次知道他是80后，我现在就都意识到有些文学思维啊，是不是跟咱们就不太一样？对，你像你专门研究编剧的啊。哎，我现在就意识他又是什么历史、科幻、奇幻、动漫什么的，什么都弄。但是什么都弄啊，改变人吧。你看，我那天看他一个，我就觉得这种想象不是我这个岁数的人能有的。就是他坐地铁，然后他就想象，他觉得地铁是一个龙，这个龙呢，有一天地铁都下班不开了的时候，这个龙啊，呲溜家伙钻出来，浑身鳞甲，载着他。呀，去往那个美女成堆的地方是吗？是不是你说的？没到美女成堆的地方，是龙也下班了。龙也下班了之后，因为当时我刚下班，当时还有工作，特别累。后来我就在想，我说这地铁里要有龙的话，是不是跟人一样，每天咣吱在地铁里把那人都送完送走回之后，到晚上十一点地铁关门了，这龙累得一身汗，钻回自己洞里去睡觉。哎，所以你看这个知识结构。我过去听谁说一句话，就说你的知识结构就决定了你是什么人。干脆来说，就你爱读书，就是说你读了些什么，就决定了就是你，你是什么人。是那史航老师，你读了些什么才变成这模样？你说这话，我就想一件事儿。我觉得就是每个人，甚至很多人是羞于谈自己最近读什么书，因为那个书好像不是觉得你该读的。你知道我其实那个做一件事儿，那个伯庸参加过，那个蒋方舟马上参加，就我在那个北京一剧场嘛，我搞这个朗读会，我请马伯庸去，我觉得他得读点就脑洞大开的嘛，他给我读的是约翰克里斯多夫，结尾，这个东西呢，有些人会因此更崇拜他，也有人会完全幻灭，说这家伙也是看文学名著的，不值得信任，所以就是人的人设是由书完成的。
一旦发现你居然读这种书，那个人设可能崩塌，当然可能暴涨。我其实就经常想跟人说，我最近读一个你们绝对没有想到的书，就是哎呀，就这样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我昨天还在跟一个画家聊天，他就是说，他就发现他这个画的画，现在很成功的画家，他依然是遵循他十四五岁的时候看的那些画册的那个审美。我就想，我原来看过一个研究，就是说音乐，就是说你的听流行音乐的那个品味，是你十四五岁读书的这个听音乐的品味决定的。我现在发现好像读书也是这样，就我十四五岁读的书其实挺决定我是一个什么样人，以及我读书的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童年阴影嘛。啊，人的性格呀，人的这个阅历啊，其实都是跟那时候有关系的。你有什么阴影是那时候留下的？我呀，我那时候还特别有意思，还也是读书，但我看的比较早熟，当时看路遥，我叫玛丽嘛，看路遥很正常嘛。平凡的世界，对，平凡的世界，看完之后当时看的似懂非懂，但是我就对里面女主角田晓霞的死一直不能释怀，就觉得这么漂亮一个小姑娘怎么就死了。后来呢，我就在想，我说路遥可能后来在他的稿纸里背面写过一段田晓霞没死的情节，这段情节同人文番外，对，这段情节呢后来没人发现，等到路遥去世之后，编辑整理这个手稿的时候发现这么一段，单独出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封面就是一个漩涡，一个女人的手从漩涡里伸出来，田晓霞淹死的嘛。然后这本书呢也没印多少，就印了那么几千册，其中有一册就到了我的学校，当时我在桂林读书，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我去借那本书，当时有一个穿着天蓝色长衣连衣裙的女孩一起来借，我们两个同时伸向那本书的时候手吧嗒碰了一下，后来我说那你先拿走吧，他跟那个手碰了一下，他拿走了，走了以后等到还回来我再去借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书上还有淡淡的女生的清香啊，这是这个故事，这个书一直从十四五岁开始，一直在我脑子里不断的在补充细节，不断的在增加，一直到现在之后，我的脑子里就有一个书架，有那么二三十本完全虚构的、从来没存在的书。你干这个事儿，当年贾宝玉也常干，是啊，就叫意淫嘛。对，文艺青年的性启蒙时期好可怜呐，听起来我觉得。对啊，特别可怜。那个时候，你想转学生又接触不到什么女生，然后又不敢去跟他们说话。哎呦，太可怜了。这个辛苦闷是创作的原因。听他说，我就在想。这本书我没读过，平凡，我真没读过《平凡世界》。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儿啊，咱们说知识啊，没读怎么了？你没读过《平凡的世界》啊？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什么呢？就是国外有一个学术界有一个游戏，叫无耻游戏，看你们谁敢玩。啊，我知道，什么意思？咱俩玩过。就是、对对，我们俩在微博玩一下什么怎么玩？就是你说我没读过什么书。你说你没读过什么书，是一本你敢有名的书，是谁都觉得你该读，而且别人都读过，你敢说你没读吗？比如说在国外啊，一个人说我呀，我没有读过托尔斯泰的书，我靠，你没读过托尔斯泰，我莎士比亚没读过，我那完最后得我说原罪，我圣经都没读过，就这个东西，就你应该大家觉得你应该读但没读过的，对，我没读过三国演义，而且是觉得你没读过是一件特别耻辱的事儿。我金瓶梅没读过全本，啊，金瓶梅啊，啊，没读过金瓶梅，我全本读过两遍。不，但是我可以说呀，《史记》我也没读过十页啊。你《史记》我也没读完过。对呀、啊，这算丢人吗？就是好多，如果是你这个身份的人说出来的话，大家肯定会愣一下。窦老师连《史记》都没读过。对。对呀、啊，乌合之众读过吗？我读过，我没读完过，我就读过一点。是，我觉得现在这就是我的一个焦虑。就是有很多我想看的书，我该看的书，买来了就在那儿堆着，我估计下辈子也轮不着看。买书如山倒。对、啊哎，你们怎么解决这问题呢？你比如我看马伯庸，你写东西，我就哎呦觉得我这里头怎么这么多的书啊？我就佩服的是，你还得玩游戏呢，都打出腱鞘炎来了。是啊，对你是怎么看这个书呢？你怎么能看那么多呢？就和诸葛亮读书法一样，观其大略。就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真的是一本书细细的一页一页抠了，所以说大概翻一遍，大概知道里面讲什么东西，放回到书架上去，以后万一用着了，我不是说知道这个东西，我是说我知道去哪儿找这个东西。我知道了，就属于见个女孩就加微信不撩，万一觉得要撩的时候再直接问在吗，就这样。哎呀，
你这个还是有生活、啊，就是这个书里读到的。这现在也确实是个事儿。你看啊，你比如说这个前一阵儿不是霍金过世了吗？嗯嗯他们我看有人在争论，说出来很多叫哭丧表啊，嗯，就是说这些人呢、啊，你都不知道霍金是卖牛肉的还是研究物理的，碰见个名人死了，就在朋友圈里说上帝又需要一个物理学家。有人贴了比尔盖茨的照片，对，还有人感谢霍金发明了 iPhone。对，不是，但是我后来想想呢。你有什么也不应该取笑任何一个这样的人，就是很正常的嘛。哎，哪怕就是说咱们原来说的附庸风雅吧，嗯嗯，我又想他一个人，他有个缘分，有个机会，对一个人，对一个物理学家感兴趣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而且很多时候讲缘分呢，过去有句话叫一粒耳根呐、啊，就永为道种啊。嗯嗯，对，托尔斯泰也可能我十年都不会碰他，但是我今天听史航老师说了个托尔斯泰。进了我的脑子了，嗯，早晚有一天发芽。但是问题这里边是不是确实反映了一个焦虑？这个焦虑啊，就是今天现代人，包括我也有，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年轻人都有。我过去说他们就爱娱乐，他们不爱知识，我觉得不是的。其实他想知道这个门槛啊，时间呢、啊，对于一个正在谋生的人来说近乎不可能。但是呢。也想吹吹牛啊，就表达焦虑，就比如说像霍金这个，他看到大家都在表达，他也有一种很强的我也要在场的这个欲望。我当时第一次意识到人们有这个很强的就在跟名人要套近乎的，是当时莫言得了诺奖之后，好多人去他家的那个玉米地去掰玉米，然后再喝，他说这是莫言家的玉米，就是他因为他也没看过莫言的书，他也不熟悉莫言，但他总得有一个需要表达的东西，需要一个很独特的东西。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在场焦虑，就是说当你们一堆人在说一件事儿的时候，我也必须要在场。对，然后就像我觉得像很多人，像我朋友圈很多人做知识付费嘛，然后他们那个的 slogan 或者广告语都是比尔盖茨也在听这个课程，然后或者是这个马云也在听这个课程。我觉得很多人他其实买这个课程他不是为了听，他是为了买一个入场券，就是说他们也在听一个东西，对，我也在场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你说很多现在知识付费，我觉得解决的是这个表达焦虑和在场焦虑。我觉得可以反过来做，下次你们再做自媒体或者做这种知识付费时候，起一个就是马云绝对不听的课程，我觉得一定好。哎，你看他会弄流量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我先付费，我先听听到底什么。或者说，马云和史玉柱以及罗永浩都不敢打开的音频。对，其实你刚才说那个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，就是附庸风雅。因为有一个李长生老师，他评论日本，说日本文化是什么呀？就是附庸，对不起，不是李长生，车前子，苏州那车前子，他说、嗯、说日本人就是一直附庸风雅，最后就成了风雅。嗯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你不能小看人家。是、你说这个霍金死，人给点个蜡烛怎么了？这个就叫随份子。你能不让人随份吗？结婚不让人随份子，人出点丧事还不让人随份子，这是最后一次可随的份子了。所以这个你看，随份子这种心理，我现在发现这是不是知识经济的一种需要？就是说，哎，你现在好像大家很需要，我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看什么书，嗯、对吧？就像这个伯庸兄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就说跟这个女朋友在一起。对吧？如何他提到一本你没看过的书，也能跟他聊，对不对？说这个是有技巧的，嗯，怎么聊？就是评论这本书，你别提它的标题，因为你没看过，也别提它内容什么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标题，可能就给你一书名，你怎么办？谈论文笔，就一本书里无论没什么东西，它不可能没有文笔。然后你评论的时候，你说特模糊，他说你这个文笔啊，在粗犷之中带着一丝别致的细腻。你这琢磨去吧，什么书都能套。对，也粗犷也细腻，也粗犷。你拿一本高等数学也有可能是这样，它也很细腻。哎，但是你们俩现在是怎么吸收这个知识的？你们真有那么多时间看书吗？我其实刚才就很惭愧，在那个化妆间的时候，他说拿一本《波多斯基谈话录》，我瞄眼说啊，这没看过。完，突然呢，从侧面我都想，哎，这书我有，躺着看过，就是这个书啊，躺着。封面我都没看过就买了，插在我家是书架上，见过书几，所以是不是迎面这个女孩不认识，一转身，哎，这腰身我见过，是这个，我这书的腰身见过，我只见过书几，我跟她的缘分就这么窄，没法拓宽成这么宽。史航老师，你说你现在怎么得到知识？我其实特别简单来说，二手知识居多，
就比如看看微博，看看人文章，人提到什么，我通过再去找那本书。而且呢，我其实回想到，我就刚才他说的人十几岁的时候怎么影响我，十几岁读金庸，金庸其实影响我知识的结构特别重要一件事儿。就比如我对佛学没什么印象，但金庸说到那点佛教的东西，哦，我知道。金庸提到那个书法可以变成一套什么武功，哦，我知道了。美食是一套什么东西，我知道了。其实我都是用金庸的方式，这一个打开方式看了大量的中国文化。我最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古人说这个行万里路读万里书，这是因为他们只有这卷书读行走万里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对，为什么他们会说这样，因为这是他们唯一了解世界的两种方式啊。他们除了这样，他们不会认知其他的世界。但对于我们现在来说，其实我们了解别的世界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一个小说，里面有一个配角，这是真的，是一个 KTV 的小姐，但是我怎么去了解他的生活，我要放在以前的话，你犹豫了一下，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不是，我确实有这样想过，但我就怕，我就不敢去体验。然后我就发现，你确实，你现在只要你愿意找的话，你不需要去真的去体验，然后这个书也提供不了给你什么。我就在视频上看了一个怎么去培训 KTV 小姐的一个视频，就是培训的很清楚，然后我就了解了他们的行为方式。所以我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知识的构成和来源实在是太多样了。你看你的一个构成的来源是什么呢，是就是说致用以学，嗯嗯，就是实际现在啊，你比如我老是做这种梦，我就买这个二十五史 KTV 到今天都崭新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永远不会有一个假期让你从头去博览群书。但是实际上真的像史航老师一样，我现在发现这些年我学到的知识，说实在话不做节目还就学不到。是你是因为写这个小说吧，你就你查这个相关的东西，你才能吸收一些，是吧？静态的是不能了。其实我在微博上学习很重要一个手段，就是跟人吵架。因为吵架的时候，如果一直跟着一个人盯着吵的，你得去找论据。对，你可能说什么鲁迅写的什么狗屁，你怎么说是狗屁？好，我去查鲁迅这东西，他不是狗屁，因为什么？所以我现在觉得他说的挺对，就是说啊，你这个用到的这个知识，学到这个知识啊，才真的是自己的。而且这个你知道相关到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二手知识，吹牛是一回事儿，但到底什么叫真的知识？对，你比如说，我现在意识到，好比说，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朋友搞这个收藏，你看啊，有那种学者，比如说有个朋友收了一个黄花梨的一个明代的家具，一个小小香几放在这里，好家伙，这教授这就叫知识，说这个明朝万历年间或者明朝有个皇帝，他怎么怎么爱做这个黄花梨。这个黄花梨这种木材是什么时候从什么马六甲呀，或者怎么怎么着，然后跟郑和下西洋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讲的大家叹为观止。但是呢，他讲完了，一个行家上来，假的，就说了一句话，对，假的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就我，所以我现在发现啊，这个真知识啊，它是到了，它是成为你的眼光，就像咱们说的专业的和业余的。对，专业的和业余的是，您能讲很多关于癌症的知识，可是真到你下手术刀你傻了。你就是过去那个马爷马未都经常讲，就是说真考知识是什么，就这个瓶子100万到你手里了，你敢不敢下这个判断，买不买你就哆嗦了。对，你那读了多少投资的，你知道这和这个就不一样。对，我这就想到像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在做什么五年模拟、三年高考那种高考题，就只有我旁边一个男生永远在看，永远如何管理好你的员工，然后你老师就骂他，老师就说你有病吧，说你这个赶紧高考什么的。到后来才知道，这个男生他真的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开了三家健身房的连锁，他是个高中生的时候。所以说这个什么样的知识对你是有用的，这个确实是你去区分到个人。但我现在经常，你比如说在地铁上啊，或者是有的时候在那个看大家，就是比如说他可能自己就是一个蓝领，可能就是一个打工的，但他看就是企业上市之后你该怎么办什么的，那这个知识到底是不是有用的知识，或者是他学一个全球500强的管理术，但他自己可能是个送快递的，就这个知识他只是为了填补焦虑，还是你真的能用到呢？就所以我一直对这个知识分分、他提这个问题有意思，你觉得这是有用的吗？我觉得能读书总归是件好事儿。如何管理员工？如何管理员工？我觉得就是他无论如何不会给你带来坏处。
也可能有坏处。对你去老板看这个书的时候，觉得你应该把书给他看，你凭什么看？现在焦虑的不在于说你读不读书，而是说你到底你的注意力能不能放在哪儿？你看现在的什么书啊，都是十分钟带你明白明白明白，二十分钟教会你知道欧洲史。半个小时明白俄国史，如何写得像郭敬明一样好？对，全是那些他会给你一个，他说这个时间性是特别焦虑，时间性目的特别明确。二十小时之后你可以去死了，因为人类文明被你读完了。对对对，就是他的目的性特别明确，就是我看了这个书之后，我二十分钟就看完了。看完以后，我跟别人吹牛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俄国怎么回事，托尔斯泰怎么回事，就讲这些。但是你说这种算知识吗？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鄙视这种读书，我觉得还好。但是你看现在经常说的一个问题就是，第一步是说。咱们有那个短音频呢、啊、一分钟就了解明代、嗯、好收钱吧，可能五毛钱点一下、嗯、啊我能吹牛了，这是一回事儿。但是这个事情要再发展下一步，咱展望未来世界啊，这就说了大脑这个存盘外置了。某种程度上讲，我有一个这个百度，嗯嗯嗯，那么很多人都说了，我记这个干什么？我随时甚至将来不是说有个眼镜，对，你跟史航聊天，你聊是吧？你聊托尔斯泰，他我直接的读，对对对，所以说现在这事儿怎么说呢？就现在就不知，现在有一个很争议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你获得的知识到底定义是什么？对了，对吧？那这个知识算不算我的？还是说我的知识是有 WiFi 的时候我有知识，没 WiFi 的时候我就是一白丁？对，我觉得这个真是跟你这个。充电充的好不好有关系，那脑子。但是我想起那个以前跟那个谁，跟罗振宇聊他那个得到吧，他这个付费音频，他说一件事儿，他说以前我逻辑思维的时候也经常推荐书，人到我这儿买。我有一个私人爱好，我老爱看这个人的地址，他留的地址是哪儿，就我想天南海北的什么人，我爱看这个。我经常看到比如贵州修节市的哪哪哪街道的一个修鞋摊儿，一个地址是带的字的一个地址，那个东西不知道，就是要了一本比如哈佛经济学讲座这样的书。嗯，但我当时想怎么反，第一反应，哎呀，这个你看这个干嘛？后来想，人家可能不打开看，人家的塑封都不打开，人放在休息台上边，有个吊着电灯这么晃在这儿，别人修鞋这儿看着他有这个书，就跟供一个财神爷一样，这是一种什么？是一种期待，也是一种追求。人家就他说以前我老纠结一件事儿，我们这个各种这个付费的音频节目，这个、推广节目打开率有时候差，卖得很好，人买几期其实不真看，那不很羞耻吗？我只挣了你的钱，没有赢得你的尊重，你没看。但我现在对打开率这事儿我都没那么纠结了，对，因为人家买这个书就是作风都没打开，但是我帮没帮到他？帮到他了。他帮没帮到他自己？帮到了。就人有时候知识是用来用的。有时候只是用来，墨镜是用来遮光的，望远镜是用来看远方风景的，功能不一样，但他的生活因这儿好了一点，他的安全感在这儿得到了一点巩固，也是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现在为什么知识付费这么流行，不是因为人们变得爱知识了，而是变得人们爱付费了，就是因为付费更简单了，就不，而且一个是付费更简单，另外我们就老觉得还是说焦虑的问题，一个匮乏焦虑，就比如说你从这个女生化妆品，说我看到别人有这口红，我没有，我就一定要有，那其实这个知识也是一样的，就觉得大家都在学这个知识，就我没有我也要拥有，他觉得付钱是能够得到某种信息的优先权，他觉得我优先获得这个东西，对，所以他其实不是为了获得知识，他是为了我能够付费，我能够觉得付费了之后我就解决了我这个焦虑。而且现在你看好多的这些文章都到什么程度，前面给告诉你本文长3万字，阅读时间约半个小时，对对对，给你明确的把数据都标出来了，就是说白了，我们就是要让你满足你的这个焦虑，解决你的焦虑问题，不是让你得到知识。所以就是人家付费啊，跟人去看心理医生是一样的，你能拦着人不让你去看心理医生吗？所以说呢，书籍以前我们老觉得干嘛呢？它当然是用来读的，但是用来垫桌角不行吗？用来当枕头不行吗？这古代笑话那些，所以世界的打开方式是每个人自己选择。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呢。我觉得是做梦用的。你比方说我现在买了我这辈子不可能看完的这个书啊，你知道，哎，我觉得我很贪婪，对吧？我觉得就像个这个很贪什么呢？贪知道。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，就是说什么都想知道，就好奇心太强了。所以不是因为想装什么什么什么有学问，真的不是，就想，哎呦，5000年的历史里边多少事儿啊，就觉得
我活这一辈子就几十年，但我要能把五千年的事儿全知道，我不是比你们赚吗？嗯，但是呢，我不还是要提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老在想想将来啊，就将来要真的是知识储存都能够外置了的话，你这个大脑空着干嘛？我有一次跟这个钱文忠啊，钱文忠老师聊，他说老师不是季羡林嘛，对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看为什么那个时候就跟咱们说这个民国的时候，陈寅恪啊，这也有人陈寅恪吧，就是说学贯中西，几十门外语，甚至他涉猎几十个学科。我说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今天都没有了？但是钱老师给我讲一个答案，我倒是没想到。他说呀，他说你比如说我老师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他实际是这样的。就是在我老师的那个年代，他可以身兼多个学科。他说，但是到今天呢，他所涉猎的任何一个学科，单一学科来说，研究的深度啊，已经超过了他们当年。对。但是呢，这每一个学生只是奔了一门，这个学生呢就不知道另一门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是现代的一个特征吧？就是说，他无限专业化了。可是我又在想一个问题，你比如说他们在讲，就是说我还看过一篇文章，就是劝君莫谈陈寅恪嘛，对呢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陈寅恪的学术就像陈寅恪说王国维一样，就是他的学术是不是那么样的泰山一般，或者说无可争议无可推敲呢？重点不是在那儿，重点在人格，就是或者说重点在一种陈寅恪所说的气节，嗯，风范。所以说我现在就又开始想啊，综合，比如说这个知识啊，嗯，它到底是用的，就像你刚才这咱很明白，但是另一个就是说啊，为什么要记很多东西在脑子里，嗯，它和记在手机里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觉得啊，是不是你这个头脑就像个香炉啊，嗯，哎，它扔很多书实际存在你脑子里啊，它可不是像存在电脑里，他自己会化合吧，对，柔他就成了。对，你史航今天你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，把很多事情像金庸一样武侠一样去理解，这就说明当年的金庸的一些东西啊成了你这个人。其实就这么说吧，那些书啊，你的阅读啊在盘你的脑子，嗯，所有那些书来轮番盘你的脑子，所以你脑子当然也有层包浆啊，包你脑浆啊，反正这个是有用的。而且刚才你说那个，就是说买很多书这个事儿啊，以前都当原罪当羞耻，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这不就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吗？对，就是人呢，你知道了很多事儿，读了很多书，看过很多电影，可你为什么活着？不是因为你读的，是因为还有很多书你没读，你电影没看，姑娘没认识，你才值得活下去。我就说人呢，跳到游泳池里，你皮肤接触到的那层水不可能拖着你浮起来，正是你没有接触到的水才让你浮起来，是你没读过没经历过一些让你活，要不然就啪嗒一下子你跳水池子你就摔死了，你只湿淋淋的摔死了，就是你没接触到又觉得有意思事儿。我买了证明什么？我求生，我光荣，我想活下去。哎，所以说啊，望洋兴叹这个词儿啊是个很美的画面。对啊，他不光是在岸边叹息的那个人，实际上当你望洋的时候就说明啊，你的生命里有那片大海啊，对，你跟这片大海虽然你憧憬过，就这点憧憬过，这叫憧憬过。包括说咱们刚才说好多人说我现在不用看书了，我随时百度百科搜出来，不一定，对，有些东西你去搜出来的你理解不了，你如果没有长时间去浸淫在这个知识体系里面去，你连搜索都不会。对，我觉得特别要破除这个搜索崇拜。对，就是你知道，当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张立宪，我们两个人当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特别爱在网上搜自己。他搜的叫主张立宪，我搜的叫历史航程。有时候主张立宪的历史航程，俩人都在一看，不是咱们俩，不是我们俩，所以就其实你网搜大量东西是跟你要的不相干的。嗯，这就说一件事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，香港导演彭浩翔，他有一次让他助手搜一个东西，盂兰盆节，他要知道这个资料，助手给打出来不到十页，他说不可能这么少资料啊，整个网上，后来看，你给我打了个孟兰盆节，对，姓孟的孟，说你怎么搞这？他那个助手说，那不怪我呀，能打出十页证明有这么多人也写的是孟兰盆节呀。他说那你搜搜盂兰盆节可能一百多页。这就是这样的，如果你真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鱼还是梦的时候，你就满足你搜到的一切。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，你这个两个字的区别你都不知道。就你这个见识没有，你搜那些东西。而且现在搜索有一个干嘛问题或者是便利之处啊，他搜很多提到别的字的时候他有一个链接。对，嗯，你提到窦文涛什么怎么样，生于什么，就是在武汉读的大学，武汉它也是个链接，你点开之后，武汉大学的所有的这个校史都有了，
很方便，但是这种方便往往就咕咚一下你就沉进去了。我就有一次亲身经历，有一次我是在搜什么呢，在搜玄武门，玄武门，玄武门，北京的玄武门，北京玄武门，打的时候就打错了，打成玄武门了，自动跳出来一个条目，玄武门之变。我说那行，看看吧。看到玄武门之变，忽然我想起来，哎，我说下面还有一个条目，玄武门之变当年拍过港剧，李丽珍唱的歌。我是在想，我说李丽珍唱的这个爱江山爱美人不爱江山，还是爱江山不爱美人？听完之后，我说这歌我听过，李丽珍这人的履历我没了解过。看到下面有一链接，我又点李丽珍，看到她的履历之中有一条，她说她是第一个，除了她唱那些古装歌曲，她是第一个把雷鬼音乐，打雷的雷，鬼怪的鬼，把雷鬼音乐引入台湾的人。我一看，我说这个名字酷啊！点开一看，牙买加，你说牙买加的音乐，我说牙买加音乐里面有一个至尊北斗一样人，我现在已经忘了，这知识不算我的。波马雷啊他呢就说这个人的牛之处是，甚至他的音乐导致当时的两个政党和解啊！我说这个也酷啊！才查那两个政党，一路查到了16世纪西班牙人对牙买加的殖民史，一下午就没了。但你回来的时候宣武区都撤销了。对，回过神儿的时候已经没有宣武了。我也有这个体验，因为他百度搜我会有他搜人名字会有一个相关人物嘛，他然后我那相关人物是一个掏肠恶魔，就是一个犯罪分子，他就喜欢掏少女的肠子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相关的是这个，我就点开看，点开看了之后我又开始看掏其他东西的恶魔，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不是某一次你说你的比如说讲座掏心掏肺，可能有这么一个关键词，就把掏哎，长安福特锐界圆桌派，广告之后接着聊。我们呈现的高品质舒适座椅，来自背后的无数次科学模拟测试。2018新锐界新成就，福特进无止境。你像刚才啊，这个博庸刚才讲的。你说虽然你是80后的哈，我发现他说的基本就是我不工作时候的生活方式，就是这一天就像你说的，我从一个宣武门，我看到玄武门，说不定查到裹小脚，说不定查到这个西藏某地的一个历史，哎，你说这下午好像什么都没干，但是这相当于什么呢，在知识的海洋里游了一圈，遨游啊，是浪了一圈，就浪了一圈，哎，你说这种乐趣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是今天很多人能有这样的乐趣吗？我觉得马老师刚刚说一个特别重要，就是说他让我想到，我记得原来看别人说文化是什么，他说文化就是你学过的一切的知识都忘掉之后留下来的东西，就化成你这个人嘛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说特别好，包括这个文化其实也是一种方法。就我之前看过一个美国的一个专家写，他就说其实这个看起来互联网它整个信息很多嘛，每个人在互联网信息之面前都是平等的，但是他说不是，他说互联网其实是拉大了人知识当中知识的鸿沟，就是聪明的人越来越聪明，笨的人越来越笨，因为聪明的人他知道该去哪儿搜索什么，然后对自己的什么东西有用，但是笨的人他就大量的淹没在这个垃圾的信息链接套上恶魔，就是淹没在这里面，所以他其实这个知识的鸿沟就变得越来越大。对，我觉得就像是咱们微信朋友�圈，其实你要加满了大概一般知道5000人左右，我经常得删。你有5000人呢，我然后删到4000人，再后又涨再删，就这时候你就大量的你不知道他是谁就加了你嘛，你如果不去问那就是占用你的一个东西。对，而且刚才这个方舟讲的一点让我想起来啊，你说是不是这个古代的某些东西啊以后都不会有了，就比如说咱们过去讲啊过去讲比如说中华文化啊，那天我们跟几个老师在一起聊天，最后就说啊，实际上中华的这套比如说儒家这文化啊，它的目的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博学的人，它的目的就是成人。比如说北宋啊，有宋一朝，说是这种文明，就是上次我记得马未都就讲嘛，他说这种文明最后结出一个人格来，就是文天祥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哎呦，仰视几百年嘛，当真了，就是说舍生而取义啊，当真了。这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讲一个词儿叫道成肉身，就是说成精了。比如古希腊的这个哲学教授，你比如说苏格拉底是说，我跟我学生讲我相信的这个东西啊，我可以为了他死，你知道吗？就我真相信我说的他。但是今天呢，知识和你这个化人呢是分开的，一个大学教授给你讲伦理学并不等于他自己在生活里要去
照着伦理的去做。那你说执行未来是不是这个越来越分开了，就是说知识是知识，哎，你用的时候你就去填去查去用，但是呢你不会觉得这个知识和我这个为人有什么关系，就是没有指纹了感觉，那上面没有人格的指纹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其实从古至今啊都这样，就咱们现在说古人是讲究知行合一，或者是这个人和人品和这个知识一样，其实你刚才说宋代那么多年才出一个文天祥，也出秦桧，对，大部分人就是跟现在的这个比例一样，就是教书跟你这个讲是没什么区别的。秦桧写字还写得好呢，嗯，是吧？也没说他这个我蔡京啊写字，对，蔡京秦桧写字都不错，嗯，这个我因为我笔记我写字特别烂嘛，嗯，所以我特别喜欢举他们俩例子，对，证明说写字好不一定人品好。岳飞肯定写字不好，是吧？所以从古至今，我觉得这个比例没变过。到未来我觉得相信这个比例也没变。那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古人其实，我觉得现在人挺推崇所谓的专业的知识和专业化，但我觉得古人并没有。我看这个是看一个就是美学家的高居翰，他写出分析中国古代绘画，他就说中国这个古代绘画的审美很有意思啊。他就说如果是这个专业的职业的画师画的画，那他大家的审美就觉得这个不够好，就觉得你这个匠气啊，或者是就觉得你这太专业了不好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士大夫文人随手画两笔，大家就觉得嗯品格高，就觉得这个是你品格的体现。就是他不赞赏一个专业的技能和专业人才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专业人才、专门的人才，他开始培养起这种崇拜。一个人要是说我啥都知道，我人格高，我道德高，好像他不会获得这么大尊重。但如果他是某个领域的这个专业和精英，他就能对他就能够有一大批的这个粉丝，大家崇拜他的知识。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社会审美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，肯定是一种改变，但是比例我觉得就应该这么说。以前是我想学人格，所以你人格完满，我学你很合适，我当你粉丝。在宋代，现在来说，我其实等于说，就好像我给你下订单一样。就是某一方面我向你，包括我在知乎在哪问你问题，所以你只要你这个完成我的订单，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个什么人品我根本不关心。所以罗胖自己都有名言嘛，他说我就是个买卖人，我就买卖你需要我供给你嘛。对，但是我刚才因为说到文天祥，我想到一个离我们学校，我们中央戏剧学院嘛最近的东棉胡同对面有一个辅学胡同，就是关文天祥，他最后在那儿关着，在柴市口，就是交道口那被杀的嘛。就是我一入学88年就去搞各种文天祥的段子史料去看，后来有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，就他说文天祥被关在辅学胡同的蒙古人看着他嘛，他不一直不祥一直看他嘛。后来蒙古人喝醉酒了，在外面干嘛唱歌，就蒙古那长调啊唱，他听了一晚上没睡，第二天早上他把那看守叫进来。说昨晚你们唱什么呢？喝醉了唱的。说这阿次吕之歌，说什么就赞美英雄的歌。说赞美英雄歌什么词儿？你跟我说说。说没词儿，我们蒙古人赞美英雄找不出词儿了，就是心里怎么想的就哼哼这个声音就行了。结果文天祥说了一句话，我特别意外，他说这样的话。他跟蒙古人可是敌军呢、啊，他说一个战俘、政治犯在这儿。他说此黄钟大吕之声，中途久不闻矣。他佩服。所以文天祥他不是一个让我们说很偏执的这么一个忠臣烈士，他有审美，他的情怀远远超出他一个宋朝末代丞相这个审美的东西，所以这一点让我特别佩服他。我觉得古人中间就有这个特点有意思，就是说他是这样的，但他觉得别样的也好。其实我老说现代人呢，我们开通开放，古人偏狭，其实比一比，我们可能我们偏狭的程度更深而不自知而已。但我觉得现在可能年轻人，我接触到年轻人，我觉得会变得比较少。因为我回想我那个年代，我小时候写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同龄人写自己兴趣爱好就是阅读，然后旅行，有的时候写写那个。现在也是，现在尤其那些相亲网站上全都是。就我那个年代嘛，都是我这个年代的相亲网站。现在刚刚相亲网站。我的同龄人，对。然后其实这些后来我在想，这个东西不是兴趣爱好，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把那个看电视写在兴趣爱好上，所以我们就写阅读和写作。但如果你现在让一个90后或者是00后，让他去写他的兴趣爱好，他可以给你写的特别细分，什么电竞啊、鬼畜、二次元，然后什么的，什么这手办，他可以写的超级多。就是这个东西变成他一个特别强的一个群体归属感，就是说我这个在这个领域内，在这个电
境领域或者在这个鬼畜的领域，我特别厉害，特别精通，就这个东西给他很大的满足。越来越细分了。对，越来越细分，就是他的这个兴趣不再像我们那时候好像没什么可玩，就只有说这个阅读然后旅行。但是你看啊，马老师，你比如说你像比如说古人，他可能他有一些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，他是从小读四书五经这么来的。我们呢也有自己的一些，大概是读金庸小说或者读水浒传，江湖道义，哎，养成了我今天的这个为人处事。那么比如说将来你觉得这个孩子们啊，他要是不大爱看纸质的书，他就是动漫，甚至他就是游戏，那他这个东西里边一样能培养出他的人品人格。我觉得肯定会有的。对，而且未必会比我们差。对，就是我一直努力在破除自己一个偏见，就是我有了孩子之后，我就在想他们现在看这些东西太差了，不如我们那会儿好。我们那会儿看的都是什么金庸古龙，有文化气息的书，但是一想我们爹妈那一代看我们也这样，咱们现在这些孩子看什么课外书，什么金庸古龙天天打打杀杀的，就一代一代往下看都看不顺眼。而且是我记得是我忘了哪个作家说一句话特别有意思，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执念，就是在我之前的流行的文化那属于腐朽的保守的，那个已经过时的，在我之后的文化都是浅薄的，都是不值得一提的，只有跟我从小长大的这些文化是辉煌的一代。每一代都这样，真的是。而且我之前还特意查过，就是查从现在的报纸到以前史书啊，真的就是像鲁迅先生说的，每一代都在说一代不如一代。我们那一代被人说是小皇帝，我们嘲笑九零后的火星文，但是仔细想想，其实每一代都有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成全，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一套东西，包括现在所谓二次元啊，包括现在的他们看的一些都不看书了嘛，看视频啊，看游戏啊，但是他们也会形成自己的一套东西。而且这套东西我稍微接触过一点，我觉得并不代表说多么的这个肤浅或者浅薄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。是虽然我们不能理解，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们在成长。而且这个比如说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，给我举个例子。比如说这个日本有一个游戏叫刀剑乱舞，这个游戏呢是把日本的那个日本刀模拟成了一个人，模拟成了一个人，就反正都是帅哥嘛，帅哥，然后大家在这个游戏里玩这些东西，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像亵渎这个文物这么一个东西，但是很多人看了这个之后就专门去日本的各个博物馆，因为这些刀都有原件，去博物馆去看这些东西，看了之后因为他们特别喜欢这个，他们会研究这个刀背后的故事，刀怎么炼成的，当时这个背后是谁拿着这个刀，当时是这个刀的名字是怎么由来的，查来查去之后他们所研究的这个深度比我们了解多了。我算是对日本历史有所了解的，但是一提到这个东西，我上次碰到一个小姑娘给我讲这个三日月是怎么回事，宗近是怎么，宗正是这个刀怎么回事，讲的我叹为观止，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。他们就因为出于对这些东西这个帅哥的爱，最后是导致了对刀的爱，以及他去挖掘历史中那些小细节，甚至跟因为这个事儿他去学日语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厉害的一个行为，这种东西很多。就是我其实觉得呀，就是刚才他说游戏，我想说就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伦理，因为只要是社会就会有伦理，新一代可能就从游戏中来的。所以说咱们看有一个小胖孩，我看小视频打王者荣耀的，他在哭喊，几岁的小孩说，你们都打都是为了泡妞，完你们不好好玩，完事害队友，我们都认真，我们做笔记，结果说我们都输，非常悲愤。你觉得很好玩，但你想起来很感动。其实大量的游戏伦理啊，团队作战都有这问题。我有一个好朋友蓝小龙，是个编剧，该写剧本他说不行，我今天八点钟必须去，为什么？今天团战，我是奶妈，我是牧师，我不去会害别人，就我不仅得去，就如果这会儿我们家那个网线断了或怎么样的，我就等于死定了，我就害了别人了。这就是一个千里之约千里而至的，这跟春秋战国说的赴约道理是一样，虽然是好像游戏不死人，其实大量的游戏伦理就是社会伦理。就说从前咱们的时候，咱们更早，你打扑克打麻将啊，你说你有没有牌德，你有没有麻德，你是不是刚赢了点钱马上转身就走，还是陪大家再打一会儿，这不都是咱们测验人品的东西吗？连老丈人看女婿都这么看呢。那现在老丈人跟女婿未来女婿打一局王者荣耀也大概知道很多。所以只要人跟人在一起就能生伦理，不用担心肤浅，有肤浅的生法，最后伦理都是厚的。哎，其实今天书的概念并不见得这么一本才叫书啊。它是天下无处不是书啊，不是书，只要你，但是你用心，对吧？你就是说你走心，哎，好像有所得。
但是哎，方舟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比如说这个好像有个学者叫方丁丁嘛，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嘛，就说现在不是比较付费吧，对，知识付费，哎，他说呢，汪丁丁、啊、社会学，我说成谁了，方丁丁，方丁丁，我怎么跟小方这么好方王，对对，他就说这个收费的知识不是一流的知识，是三流的知识，嗯，哎，我发现他就一个说法，就是那意思是什么啊，就是说我既然是买卖了，我就得讨好你，用你能听懂的方式，对，这就要改变我神圣的表达。对，他认为一流的知识，比如说圣经、原典，那是有我特有的表达，是吧？不是什么什么我要让你听懂的问题，是你要走向我的问题，所以不可能。一流收费买不来一流的知识，我其实圣经都是送的嘛，是吧？我其实某种程度同意他的说法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他所说的这个知识付，我觉得现在很多流行的知识付费，它本身其实恰好是反知识的，因为其实知识是什么？知识是说你听这个只用，其实只占整个知识学习的20%的时间，就你听讲其实只占20%的时间。我原来看过一个科学研究，就是说这个学习的内容存留在你脑海中存留率，说听讲这个只占5%，就是说你这个95%就其他的就全忘了。但是呢，它80%的时间其实是用来你就是比如说你去学，你去考试，你做100道题，就这个是艰苦的过程，其实真正是你学到的过程。为什么学校这么低效，这么昂贵，但是它还能够持续这么多年，就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获取知识的手段。但是现在知识付费是反过来，它是把本来20%就可以讲清楚的事情，它给你延续到80%，因为你都付费了，本来10节课给你讲清楚，我给你讲100节课，我觉得不值了。对，然后给你讲100节课，我就片张话嘛，我就唠，然后用你喜欢的方式，然后也没有作业，没有同行激励，没有竞赛，然后没有这个让你去运用，所以你其实这东西很快就忘了。所以我说其实现在知识付费啊，或者一部分知识付费，我觉得它其实恰好是反知识的，它这个过程它是跟学习的过程是反过来的。而对你说的这个也是，我现在发现这个搜索引擎啊，这个揣摩人心思这事儿哈，他们都说是发达的，但是我可能跟不上趟了吧。但我自己觉得啊，我觉得很就是这个很烦呐、啊，这个搜索引擎啊，就比如说，哎，我有一次，我这个就是李银河老师嘛，他喜欢研究一些这个虐恋呐、什么的，对，是我搜索了一次，但并不等于说我就好这口，对吗？哎，我怎么下次一打开手机，去满清10大酷刑全来了，全来了，我就觉得他藐视我的这个智力，就说，哎，哥们每天关心的难道都一样吗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我不相信人把你定型了。对，我不相信你能知道。我觉得我每天的兴趣都是不同的。而且有可能这期节目播出以后啊，搜索引擎就是虐恋窦文涛。窦文涛。对，你到底是祖语还是宾语都很难说。对，这个我跟你说吧，其实这个他不光这种，还有一种讨厌，比如我现在我要搜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史航，但是呢，一搜史航，往往再跳几个，他会跳的最。没意思的时间，比如史航，就是怒怼什么东西，或者史航什么那个棒打什么东西，是按热点。但是其实按热点来导致别人如果不知道史航是谁，第一次搜，把这个人就像墓志铭一样，就这三件事儿，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就每个人呢，其实，在搜索中间被强行提炼，对，就这个比妖魔化还狠，就是不用白话。你的相关搜索是什么呀？我相关搜索，你是不是相亲现在是阻止了？不是，我是蒋方舟为什么不招人待见？然后是吧？然后那我比你惨。还有你什么？马伯庸骗婚，去不掉啊！无数的人问我说你怎么一个？但你用这个词搜呢，你什么都搜不到。所有人都在问在哪儿说的，所有人都在问这个问题。而且呢，千百年之后，你永远的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就是，而且还是一个历史悬案。我研究历史，我知道吗？就是很多事儿之后，就一旦他说出来，甭管真假。千古流传，那个，所以咱们嘴都解释清了，青史留名的人物了啊！对啊，这是已经有，就我没标签了。我虐恋，完了你不招人待见，哎呀，怼粉丝。史航是怎么跟这么三个人坐在一起？来，青史留名，青史留名。他给我读的是约翰·克里斯多夫，结尾。嚯！这段情节同人文番外。这段情节呢，后来没人发现。
我优先获得这个东西，对，所以它其实不是为了获得知识。就是美学家的高区汉，他写出分析中国古代绘画。电竞啊，鬼畜，二次元，然后什么的，什么这手办，它可以写的超级多。我上次碰到一个小姑娘，给我讲。这个三日月是怎么回事？宗近是怎么？宗正是这个刀怎么回事？这世界很酷。